不众生男，众生女，不众生男，众生女。不众生男，众生女，立功高处入青云。仙乐风飘处处闻，仙乐缓歌慢舞吟诗主，缓歌慢舞。俊日君王看不足，君王看不足，宜阳皮骨动地矮。阴阳皮骨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
不众生难，众生你哈，来看一下哈，不，看来各位，啊，然后呢，众从外在内下来，往旁边来，哎，过来，翻过来下来，不众，啊，生，生什么？生难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比较轻，往外再往内。田往外斜斜的，不众生难，哦，众生你，那这个众有时候我们比快一点就是这样写，众，哦，生，你这样过来，好，好吧，众生你啊，发过去啊，哎，这个纸很好嘞，这是203的，这里掉，离宫高处入青云，离宫立。哦，这个水太干了。嗯。啊、哦。哎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下来，过去，哦，一二，哎，高家母哈、哦，一二三，离宫点，安尼过来，安尼就好，离宫哦。高处入青云，高处，高在中间一点，往下面写。哦，一二，安尼高到这里对不对？往下来点，从这里过来，安尼过来，高处哈。画的好美。入青云，入，哈、哦。青，我们用这种方式，青高家来，有啊，高家哈、哦，高青，入青云，再来，再来是仙月，仙高家，这样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仙啊，可以写成这个仙。好、哦，高家嘛，哦，对，仙，有点往左靠，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左倾了、啊、哈、哦。好，再来是仙月。风飘处处闻仙乐，乐的写法好，这样过来，中间先写，然后这样写，仙乐啊，中间往旁边来仙乐，再来风飘处处闻风，从外内到外这样过来，往外，在这里过来，风飘，飘可以这样写哦，按那过来哈、哦，一二，按那过来，从上往。那个跑过来下来，看来风哈、啊、风飘、哦、处处闻，好处处处处的写法，这样过来，看来哈、哦、一二三往外往内，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处处处处，好，那这个太湿了哈、哦，一点点哈，处处闻。文的写法在这里，好，这样过来，就是文安德吧，嗯，就是文哈，再来，反戈慢舞，吟诗竹，反戈，反怎么写呢？这样过来，下来往旁边来，这样过来，跟着他过来再出去，反戈，戈，好，慢舞。这个慢它是写言字部的慢，对不对？慢舞，哎，好，那言字部吗？没关系啊，言就言嘛，啊、哦，好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往下面写，这样过来，慢。然后呢，我们接到这里来，往这样过来。不好意思，舞啊怎么写？往拉过去，啊、哦。慢舞啊，反戈慢舞，好，反戈慢舞，凝丝竹，凝凝怎么写呢？两点啊、哦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写一个一的草书，按那个，啊，点在中间来，凝丝这样过来，按过去，凝丝竹，竹，好、哦，竹可以这样写啊。哦就是稍长一点点就好，吟诗组好，再来是
近日君王看不足，近日好近，这样对不对？下来好，一二一点两点三点，这样过来往上提，这样下来往上托起来啊，近日近日君王看不足，近日好日，这样过来好，君王看不足，君哦下来上去，好这样过来对不对？再下来，君王看不足，看一二三，看不足，不下去啊。不足的足，看不足哈，再来，宜阳皮骨动地来，宜阳，宜阳，皮骨动地来。皮骨，皮的写法是一个碑啊，一个骨啊，皮啊，皮应该是下来啊，再一个皮啊，皮皮骨。动地了，然后动，刚刚不是这样讲吗？啊，然后可以这样写啊，这样写，动地，好，就这样 OK 了。来，好，这样过了，动地了，好。这是长恨歌吧，长恨歌之舞，对啊，这是长恨歌，不是琵琶行，长恨歌起舞、嗯、不要给我弄错，写半死刚刚弄起在这给长恨歌起舞，好 OK 好，白居易很会写这种长诗的，那很厉害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好像是在编剧这样，一部电影一样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有人拍电影啊，拍、哦、用这种琵琶行来拍电影啊，嗯。OK。长恨歌。OK。他又继续这样吗？对。哦，按了没？这样对吗？有这样对了哈。字在跑，好 ，OK， 来，李佳。哦，到这样好，好，哎，这样才有仪式感。现在什么东西都要仪式感，就是至少要有个程序啊。讨我会。讨我会，嘿嘿。别人讲啊，下下的人就做伊走伊啊，拢无一个。最后的结束的感觉，尾巴，哦，让人家看到说这是一幅作品，从头到尾的作品，看哈、哦，盖章啊，德和楼，这是以前的，很早了、嗯。不过有时候会碰到，哎，我一个学生突然间今天传带给我说。说那幅作品是真还是假的？问我，我看哇，原来是我的，很久以前，大概是快三十年了，二十几年的作品。哦，我画册里面没有哎，但是在哪里拍卖？在地图。哦，我知道。嗯、嘿，地图拍卖。他说他要拍起来。嗯。拍起来意思就是他先生，他说他先生要买起来。价钱多少？你知道？7000块。啊，然后加18%的。
手续费。人民币。哎，不是人民币、啊。没有没有，地图是台湾的。台币啊，台币啊。讲安尼算起来八千，哎、欸，快九千，哎、欸，八千多块。他说他要买起来，我等一下给你看。多大？多大？对开，对开，对开。哦，对开哦。他，我上次展览给我买了好几万。老师，这个章要盖哪里？怎么？这个叫做压脚章。对，爱怎么拿捏？在右下角的比较空的地方。右下角比较空的地方。平均比较空的地方。右下角啊，像这个我可以盖到右下角，但是往上一点会更好，因为右下角怕跟它平衡就不太好。啊，那卡康的时候在干啥？啊，这个叫做银锁章，那叫压脚章。银锁压脚。如果你这个很长，可以再盖一个叫做拦腰章。啊，就是那个腰部。腰部的地方。哦。就说要很空才要了。如果像、那个章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内容就是你的对书画的鉴赏，或者对文诗歌的内容的心得。或者是那也算是闲章的一种吧。对，你的感想都可以，或者对人生的启示，比如说人生有什么自在啦，类似那种，还有那个什么平安啦，反正就是比较优美的，或者是比较有启示的。老师要关了吗？好好，可以。盖章是后来才有盖章啊，大概明朝以后才有。元朝以前好像没有在盖什么章、所以也是后来的发展艺术、到一个程度。不众生男，众生女、立功高处入青云，仙乐风飘处处闻、缓歌慢舞凝丝竹哈，距离丝竹哈。近日君王看不足，距离竹草说，凝固凝结的意思哈。宜阳皮鼓动地来，长恨歌起舞哈。有时候会配合他的一些诗歌的节拍去创作。诗歌的节拍，像不众生男，众生女，又有轻重，又有干湿对比，是啊，有大小啊，有时候会有快慢，有时候快慢，所以写一篇诗歌都有节拍，都有轻重，都有跟他讲缓跟急，都稍微有分别，就是你走路啊，或者是在唱歌啊，都有快慢轻重啊。要不然这个节奏感就没有了，美感也就消失了，所以大概有这些要素，行草书有这些要素。老师，你认识陈永模吗？认识啊，认识啊，画得很好。陈永模，上一次我们去看画展，他有来，然后他就是对这盖章，我发现他没多说什么，就是对盖章，我觉得我有学到一下。他很在意啊。他好在意，他说他一开始就是被人家嫌弃，